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NBA 2020-21 赛季季前赛继续进行，灰熊客场107-105力克森林狼，唐斯开局就连续打成2+1，拉塞尔和比斯利各中三分，灰熊这边莫兰特也是连续得分，梅尔顿三分命中又有中投，杰莫莫兰特抛投得分，安德森命中三分，首节灰熊34-27领先。第二节爱德华兹三分命中再有中投，卡尔福和卢比奥也中三分，森林狼反超了两分，贝恩和莫兰特回应三分，杰莫莫兰特压哨三分命中，半场灰熊60-54领先。一边再战后，安德森连续得分，雷曼连续三分回应后，比斯利也中三分，灰熊这边阿伦、安德森和琼斯三分也进，杰莫琼斯再中三分。三节过后，灰熊89-77领先了12分。第四节诺威尔中投得手再中三分，又是连续三分上篮中投，带队在最后一分半将分差缩小到三分，特里普两罚稳住局势，诺威尔之后三分不中，最后13秒蒂尔曼中投命中将分差拉开到7分，比赛也就是失去悬念。全场比赛莫兰特12-8三分三中2，得到20分11助攻，瓦兰丘纳斯13分9篮板，安德森12分，贝恩12分，梅尔顿11分，森林狼这边唐斯13分8篮板3盖帽，拉塞尔14分，比斯利12分，雷曼10分，状元秀爱德华兹26分9中，2得到5分35，诺威尔22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